不能只看他一时的成绩高低，要看他有没有内心学习的意愿和持久的学习能力。OK, number four. The problem is so difficult that none of the students in the class. 看到伯伯非常勇敢的伸出援手。一，二，一，这是四。学生，我们关键在于找到他的临界点，就是对他进行知识的建构。可以。实施天府中学是咱们高新区乃至四川省最漂亮的学校，这里有先进的办学理念、一流的设施设备和一流的师资队伍，在刚刚结束的教师教学技能基本功大赛当中，我校语文、数学、英语老师在获得高新区团体第一的基础上，数学又获得成都市第一名、四川省一等奖。学校将借助名校加名校的优势，把学生培养成综合素质全面发展、教育教学成绩全面提升的双优特色学校，让学生老师非常的喜欢热爱这所学校。